我的前女友就是她，就是刚才那个潘老师说的那个、嗯、那个推梯子的是，因为她之前我们去那个日本，然后我们去逛药妆店，然后她就买了一个梯子棒，不知道是金色的，大概3-4千块。然后呢，她是只要我们，她就买了那个东西，然后直到她到走到第二间的药妆店，她又看到另外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进阶版的，然后是会震动的，所以一直不会震动，哦、一直会震动。震动，帮助电。胶原蛋白，所以他就在同一天，他就买了两个，一个是震动，一个不震动，然后两个加起来就要8-9千块。啊，对，就这个。哦，就这个啊。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用过，我觉得很浪费钱，但是我都没有说。然后我就后来我们就走到那个服装室，我就买了一件衣服。然后这一件衣服。什么衣服？这件衣服，然后我买了大概8000块，对，8000块，然后他就怪我，他说我花8000块买一个烂布，但是他买那两只东西我从来没看过他用过。那这一件多少钱你会买？不是这个300块，300块，1500可以，霹雳小组都有8000多，这边可以放你的乐高哎、欸，你在那个哎、欸，你在那个特地屋卖工具的地方有看到这种衣服？我每次穿这件我都不用带包包，哦，我觉得很有用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